大家好，我是杨丽。今天呢，我们学习的这节课是二十八式太极扇。二十八式杨氏太极扇，我们自从2012年创编以来，得到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和学练，因为扇的特点比较突出。这套扇子基本以杨氏风格特点为主，动作呢柔和缓慢，迈步如猫行，运动如抽丝，连绵不断，一气呵成。二十八式太极扇的套路总共有28个动作名称，一去一回两段的内容。这个编排呢，动作比较新颖流畅，因此我们利用几次课的时间，采用分解教学法和完整教学法。在教学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要强调动作的规格和技术演练的规范性，运用循序渐进进行讲解和示范，希望大家喜欢。